有个黑色的点位，对，嗨。中间的媒体朋友们准备好了，可以到场了，嗨。可以跟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谢谢，放你了，不舍得。好的，刘亦菲 ，Hello， 对呀 ，Hi，How are you？ 好久不见，对我们的 Vogue 服饰与美容的十周年有什么样的感想？我觉得应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的这个审美和精神的一种女性的一种支持，所以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邀请这么荣幸的一个活动，希望越来越好，希望越来越多的读者受到帮助，你也越来越漂亮。那最后呢，我们在这拍一张照喽，在这，对，谢谢。好的，谢谢。